很久没有换片头了，我是小莫，这是啾啾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和订阅哦。征战号角响彻全场，哈雷克之火葬魔咒，好愚弄我！我准备好了，准备准备，不行，有人，还有人。可以吗？这个可以吗？开一下，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还好还好。先走，我先走了，先走了，没招了。上路准备动中路，哎，完了。中路，完了，妈了，有视野，我操！现在是人气抱团，在团中压节奏，这个位置。能来吗？这波节奏打得好，小小跳了，躲一下。先手走前面啊，快打开！我方上塔已失守，固然可。我方上塔需要。哎。发力，我们的阵容发力在30分钟。我感觉守下来还是有机会的，如果这波能守下来啊，还是有机会的。他们其他人其实没有那么肥啊，就他妈这个战吼，我操，这个战吼这个时间点太厉害了。呀，我的妈呀！我抱走了，哎呀，我抱走了，我操！你装备还没出来，对面已经开始上你高了，先破你一路，打不打得过后面再讲，对吧？能把人救下来才有的打。有眼啊，有盾，有眼，有炸弹，我靠。好，这个壳，我靠！完了，这个撒旦 DKB， 我的妈！哎呀，我的妈！哎呀，我靠！好吧，他，你说他有个辉耀，我们守三路还能守一守，你守三路的兵线我们都很难处理，对吧？电棍是真的难搞的，电棍，他有 BKB 了，电棍。
啊，其实我跟你们讲，就是其实单一个电棍也能打，就这个他们这个，就他们这个班子，我跟你们讲难打在哪儿。其实这个单一个电棍吧，不是说一个电棍就完全打不了，知道吧？其实他一个电棍是能打的，知道吧？难打的点在哪儿呢？难打的点在于他大哥很肥的同时，他妈的他那两个酱油出的都是他妈很他妈酱油的装备，我靠！他不是那种就是随便玩，然后我本来我想踢上去的时候，啪他妈的视野外一个钩子。三四十分钟其实你也没啥收益，因为这个装备它就那样，它不是很厉害。这个漂亮漂亮，哎，有机会能活下来不？翻了翻了翻了，对对对，妈的，一个人守家，一个人守家，好吧，破三路翻盘的局不是没少打，得看这个你得看对面，完了。有微光吗？可能没有下一件了，先等等，先把这波团打赢再看下一件，先打赢这波团再展望未来，好吧。这个台子收的好，完了，这个板摆的好啊。你中路想杀吗？飞中飞中，大大大大大大呢大呢大呢，哎，兄弟们这把好起来了，好起来了。
好起来了，好起来了。别了，别了，别了，打不了了，走吧。开雾照我，开雾照我，照一下我。杀人啊！杀完人我们推塔，撞了撞了。剑圣，剑圣。什么说法？什么说法？什么说法？别走了，剑圣！别走了，剑圣！带盾的在干嘛？奶棒有吗？奶棒有吗？没有奶棒我要死。队友在哪里？他在起盾。啊！你被抠死了。第一时间可能剑圣跟不了。哎，有送的，有送的。
来队友炸了。今年过了十年一个轮回啊，妈的这个奖金吃回去了，我靠。这个逼有点意思啊，哎你有蓝吗你，哎你有蓝吗，哎熊没了就没了，哎我可以重招，哎我可以再招一个人呢，你还有魂吗？没魂我可要杀你了，缠上。能救吗？我操，有没有大爹啊？抬手。米拉娜被干了，米拉娜被干了。开大米拉娜，大大大大，哎呀米拉娜这个英雄好好猛啊，这英雄你叫龙骑，你叫什么，你叫冰女，你叫什么，你叫兽，完了，不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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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叫什么，你叫火猫，火猫紫月，哎完美团完美团，零换五好吧，零换五别到啊，那不用打一个人，别了吧，感觉不是很好。啊！完了，他妈的下路，下路好鸡巴多人了。大大大！完美，兄弟们无敌了！哎呀，这个团战，我靠，真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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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吧，兄弟们，今天晚上做梦有素材了。哇兄弟们起飞了起飞了起飞了，完了
我跟我嫂就是我觉得我死不了，我觉得我拿到大殿那么无敌了，知道吧？我觉得我死不了，我就从那儿搁着跟他们玩，把那玩。白虎的这个金星啊，啊不，金盔，这个白虎这个金盔配上这个德鲁伊，我觉得还挺厉害的。白虎好厉害，因为我在前面能扛，完了又能吃到这个金盔的这个攻速攻击，然后白虎有人在前面扛，哎，有军团在和我在前面扛。Hello, I'm Sumia，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，希望能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动，请大家继续支持 Sumia Office。